像它是橙子。对，这可能是不是假的？停在这里不动。泡菜的，真的拿可以。野韭菜吧。今天我们从秭归县城出发，前往那个果园那个地方啊。这个地方路程虽然不是很远，但是路况非常的复杂，沿江行驶，然后路上车估计也不会少，所以说还是让我弟弟来开，这样比较好一点，毕竟他是老司机啊。我看一下，这个总共也就106公里，但是耗时要2小时40分钟。前方路段限速30。这个路况我们看一下，全是沿江跑的，而且这中间特别的蜿蜒盘旋，特别曲折，沿江的路非常不好走，全是这种。前方500米左转，进入楚天路。这个路况都是这种路。我们电量还有59%的电量，设置了智能宝电60%。我们这个现在看到的县城其实是一个全新建造的县城，这其实也是三峡移民工程的一部分。原来的这个老县城它是在那个归州，然后现在已经全部淹没在那个江水之下。这个地方呢，县城的部分它是叫毛坪，原来县城叫归州。这里是一个景区，叫做屈原故里，上次我们去这里面玩过一次，里面可以看得到上下大坝的那个正面，这边可以看得到长江，也可以看得到上下大坝，在那个远的地方，不过今天能见度不是太好。远处我们看到了太阳底下就是三峡大坝。不得不说，这一个年轻的县城的建设是真的不错呀。这也是一个主打旅游的地方，这里有三峡大坝，有屈原故里，还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旅游资源。那些大游船都在这里停了，这是一个旅游的，应该是旅游的港口。从这里坐游轮可以，应该可以直达重庆吧？应该。秭归港旅游集散地。这新建的县城就是漂亮啊！请保持直行。会晃的，上次我们有次来这里的时候堵车，然后停在这个车桥上面，我总感觉好像一晃一晃的，原来是真的是桥在晃。Thank you.
上就到喽。哎呀，这里在装橙子。好窄哟、哦！这车子停了，太靠边了。到位置啦！到位置啦！到位置啦！哎呀，又来了。这样搞得太客气了，我自己卖的这个老米饼，上这的鱼都没吃。来，叔叔，试一下，那边超火了。哎，这个老米饼好啊，哈哈，把它蒸饭，舒服。哎呀，哎呀，到时候被蚊子去了。洗洗啊。哎呀，不洗了，我就懒，我都回了。哎呀，这是什么品种啊？这是九月红，我给你看看来。哦，这个好像现在。喂。这个不用啊，还长不动了，你看。别用我来。哎，这个树上拉了好多虫子，我已经掉了一个，好了。哎，这个虫子，这个长在什么地方？那是。哎，这啥品种？九月红啊，这也是九月红啊。这个你拿出来有点带伤的、啊。哦，黄了就不能卖了，黄了。对、啊、在地上滚了一下，破了皮就不能拿去卖了。这个有痕迹，只能吃了。哎呀，好大，这个虫子。来，我的头。来，我来，让我走。好的，好的，好的。宰了你。把那里面的八盆给他搞了一下。啊，把那里面的八盆给他搞一下。哦，你也背绳子去了？背绳子。哎呀，赶紧去啊！从这绕上面背下来的。嗯。哎呀，小雷。嗯，哎呀。半年没见了。啊，这又咋半年的？啊，是吧？啊，这个上半年。他还是。上半年。还是我的弟子这个人回去的。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嗯。正好是那次，是那次。现在没事了，是吧？啊，他们马上也到了，马上到了，但是大部队又来了，人又多了。哎，这满是遍野的橙子，一直都是有的啊，是吧？卖的这个品种有那个品种，一直都卖不完。卖不完。四季都有。是。现在是冬季啊，这满是遍野，还到处是橙子。现在是。这个是夏橙吧？这个。那个大树是夏橙，夏啊，那个小小树是冷晚，这边是冷晚，哎，那个小树，那个是到明年卖的，啊，过了年以后卖的。下一个是东方红，哦，我的手机是不是？那就是过了年之后卖的，是这个，哎，过年后卖那个，嗯，现在是在卖，那个挂果期好长哈，它，哎呀，反正上半年来这树上都是橙子，冬天来还是树上都是橙子，对，反正。好玩，一年四季都有。嗯，一年四季都是橙子，都没断过感觉。啊，没有断过。嗯，一年四季都买橙子。真好啊，这个地方是个风水宝地。嗯、熟悉的地方，熟悉的场景，又到这里了。长江江景一览无余，很繁忙的航道这里。老男孩，嗨。你们好早啊！我们就没睡，已经早了。我们刚到。厉害厉害厉害！有没有认识的？那已经来了好几波主播都在直播了，来的比我们还早。这边船好多啊，今天还是。这边停着好几艘船。以前在这直播的时候，老有人说这船是不是假的，停在这里不动。他们一停可能要停，有时候停十天半个月，因为他这船都是那个装那个油啊，那些煤油、汽油、柴油这些东西的，然后他要过三峡，要等通知，要安排他们过才让过的，所以说他有时候会在这个长江沿岸的一些港有一些专门的停泊区停泊着，等通知到了他们再去过三峡大坝啊，过三峡大坝的船长。不是很硬，这一锅五花肉还有这个豆豉贼好吃，我现在在这儿
还有这个神菜，是不是这个？折耳根。嗯。能吃，但是吃不惯。啥？你还吃不习惯吗？我吃不惯这个。哎，我喜欢吃这个。这个好像四川那边比较喜欢。对，仁贵川的特产，折耳根。哦，折耳根，好吃，好吃啊，这个。我这边特别喜欢。好吃，好吃，这个真好吃，我吃的喜欢。基本上农家，基本农家他都有。嗯。啊，这个是什么？豆花。这是不是昨天晚上吃那个？好像是，他们这边喜欢搞这个豆花。但是这跟那个云南的豆花又不一样，云南豆花这就像豆渣一样。我也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情况，怎么弄的。像有点像那个豆腐渣。对对对，有点像。来糖豆。一天只三分啊。折耳根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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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个是重口味的，我觉得没那么重吧。